时间是器物的挚友，能在器物上沉淀情感，让岁月留痕，打磨出美的光彩，就如同静坐家具在我生活中所承载的生命之轻。我叫曹运建，是静坐家具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静坐古典家具与书坐、经坐、拱坐并称为中国四大家具流派，多以榆木、槐木、核桃木等柴木为原料，选材精灵，设计巧妙，制作精巧，造型简练，线条流畅，风格清新，素雅端庄，有着朴实无华的材质美，豪放粗犷的风格美，高大威猛的形态美，和大满大全的硬式美。